其实哦，这种题目一年多前就一直在问了。其实我在讲，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要选2020都。因为你现在就是到各县市这样子跑，有人就觉得你是在为2020铺路，甚至还说你如果2018没有连任成功的话，就一定会选2020。其实哦，这种题目一年多前就一直在问了。其实我在讲，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要选2020都不晓得那个问题从哪跑出来的。但有台南粉丝说，希望可以让他们有机会投你一票。你觉得未来有机会吗？以后再讲吧。哎呀，